妖物记载，人间常有妖怪，人世钟馗携道家至鬼灵，遂安两界。不想虎王之子冥顽莫灵，为祸人间。天师钟馗联合蛟龙，处死虎子。虎王怒，蛟龙杀。钟馗为救蛟龙，将至宝魁灵封印于蛟龙体内。钟馗半步仙体流入人间，不知所踪。只有寻到人间体，取回魁灵，钟馗方能重塑金身。追杀蛟龙至龙门，肆虐无道，所到之处生灵。我是来找我们家老
上楼第一间房就是。哎，你慢走，楼上贵宾一位。气血乃人之本，得气于上，七孔见血花，一气绝命心。觉得没这个必要。
入侵。喂，大胡子，你对人家有气无摸的是要负责任的。看什么看？押证，你不得好死。
多谢大人救命之恩。为什么皇帝会捉拿你？大人，我听闻都督府最近四处捉拿妖族。捉妖族？民妇还有要事在身，不便久留，告辞。找到村口，看见你晕倒在地上，我就把你捡回来了。
还真的，嗯，你牛啊！哎，你个臭小子！怎么一夜之间多了这么多陌生人？他们是从我老家来的，前些日子遭遇洪灾，逃难到此。有心事啊？其实啊，天灾人祸并非人所能控制的。你想到死都想不明白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姑娘就不要伤心了。我们村也挺好，以后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。你照顾。算了。没有啊，真没有，真没有。那我不打扰你了，我再找你啊。可恶，那都是幻觉。姐姐，啊，你有没有看到妖怪？去去去，我看你才是妖怪。你有没有看到妖怪？好大的妖怪！活了半辈子，还真没见过。小妹妹，你要相信哥哥。你知道这世上有这么大的妖怪？我不信，我娘说世上根本没有妖怪。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？真的有这么大的妖怪啊！龙主，虎妖四处缉拿我龙族之人，我们现在寸步难行啊！你能跟我说说你儿子的事吗？哦，你是说三彩？他的身世，说来真的是很奇妙。当时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忽然狂风大作，一声巨响，然后就听见阴暗中哭声，发现是个胖小子。我感觉是老天在恩赐于我，可怜我这个老太婆呀。算来三彩来村子里有20多年了。龙主，这样，你让三彩亲身去找一个人。找人？找谁啊？一个长得很像你的人。跟我很像？嗯。娘，你开玩笑吗？你看，我长那么瘦，那么有身材。这世上不可能有第二。你看，连镜子都对我说：“这世上只有你长得最帅啊。”长大了不听话了是不是？啊，叫你去就去。哪有那么多废话？去不去？去不去？啊，去不去？去去去！想不到啊，你这个小子就是威名远扬的镇妖大将军。亏你还在龙门镇府，威扬大人。惭愧惭愧，多谢姑娘相救。哎，小子，为何怒成这般模样？我奉皇上谕旨，在边关设立都督府，成立北衙禁军，
而后听闻龙门镇一家三口灭门一案，就来到门镇追查此事，发现是虎妖所为。虎妖一日不出，龙门镇一日不得安宁。哎，大胡子，你怎么突然出现在府内？是不是因为亲了人家，所以想负责任啊？我是听闻，在这都督府内抓获大量百姓练法，所以来查看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因为杨大人。杨大人，所以你不好意思。姑娘说的对，你亲了人家，就是要负责任的。你也可以不负责任，那你可以亲回去啊。姑娘，鄙人做人了，我堂堂捉妖天师，从来不见脸色。哼，还不承认是吧？当时是这样，我一个箭步追上主妖。然后这只猪妖一脚将这大胡子踹下来。啊！接着呢，这个大胡子就直接亲上来了。你看，好了，我说那个人不是我，就不是我。对了，那个人在哪里？虽然我现在不知道那个人在哪里，不过呢，我可以帮你找到他。明罗密巴，皮，正宗的虎皮。美女，你说这是老虎皮，是老鼠皮吧？你怎么骗人呢？你来一点吧。提钱。哎。这怎么卖啊？二两银子。二两银子。对，我发现你挺不做生意的呀。你是钱神医吗？啊，对呀，我就是钱神医。你找我啊？我娘叫过来拿东西的。来，就在这儿。啊，就这个吗？啊，对。谢啊。哎，来日疑难杂症，可好了？什么？哎，两位美女，你们见过像我这么帅的人吗？神经病吧！我们继续吧。美女。讨厌，对不起，不认错人，都说讨厌了，真的认错人了，真的讨厌了，讨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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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看你自己，多让人讨厌。干嘛啊你们？我没有犯事啊，我没有打人啊。不信，你问他，他看到了。要人了，要人了。走。就是他自己，他怎么办呀？这个胡道，走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有人。想跑吗？让你跑！疼！疼！疼！给我拖起来！没有了啊！
可去，砍了！啊！别！啊！你们已经搞错了！人家放心不下你吗？再说还有明灵明白看着呢，放心。两位大哥，我看你们长得这么帅，就把我放了吧。啊！我最讨厌说瞎话的人。跪下！等一下，你吃饭了吗？没吃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想去茅房。至于这么拼命吗？把自己伤成这样，我要不是先休息一下，来，我都快累死了。先休息一下。幸好你们及时赶到，要不然我脑袋……闭嘴！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你给我！要不然还是你对我负责吧。妖孽，本天师今天非得把你抓了。我叫大胡子。行不行？别说，还真挺像。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缘分呐！哟，我找到了！找你妹呀！什么乱七八糟，神经！
药已经烧好了。喂，大胡子，你这人怎么奇奇怪怪的？喂，我和你说话呢，刚才还谢谢我，现在就不理我了。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呀？我在想奎林的事情。对了，奎林到底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找这臭小子？奎林啊，乃是道家圣人，被称万世妖灵。他不但有起死回生的功效，而且还能创造万物。就是你的另一半元神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奎林，我才能与唐三彩合二为一，消灭狐妖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找到公主，要回奎林。在这儿待三天，等弥巴和杨大人回来，如果他们没回来，你就赶紧去找他们。到时候我们在遥望村会合，我们会在那儿多待几天。没问题，老大，我一定找到弥巴、杨大人。那我们出发。出发。
怎么感觉怪怪的？我们这个又怎么了？哎，大家这是干嘛？他们是捉妖师，不带这样欢迎客的。放下，放下！哎呀，别看他们长得凶，他们都是我朋友，他们是好人。啊！哎呀，干什么呀你们？三彩！哎，娘！三彩，你回来了！啊！孟娘，你又变胖了。娘，不。哦，哎，我一会儿去找你们啊。想我呀，臭小子，哪有几天没见，娘又漂亮了好多呀。哎呦，哎呦，出个事儿，那个人我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说不好找，你先进屋收拾一下啊，去去，你去。你们呀，今天晚上就先住在这儿啊。娘，哎，他们来了。哎，今天晚上你们俩就睡这儿。这里只有一张床，怎么睡？哎呦，至于你们怎么睡，我就真的不知道了。没事，反正我介意，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。我介意。你喂喂，大胡子，我一个女孩子家我都不介意，你介意什么呀？全天下没一个男人是好东西。再说了，就算要发生点什么，别说我出轨啊。屋子有点简陋，希望二位不要介意。哎，娘娘娘，干什么呀你？这位是小女子平儿。哎，既然大家都认识了，从现在开始大家就是朋友了。来，行行行行，那个介绍也介绍完了，你看你那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。天师，能否借步一叙？嗯，去哪里啊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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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对对，不行不行，我们都已经很累了，要休息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先送你出去啊，明天再来啊。胡子，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喝闷酒了？是不是心里想着那个妖女啊？钟大侠，平陵姑娘邀您一叙。悬崖一别数十载，当年恩公虽救过我一命，但我身受重伤，幸得恩公将奎灵赠予我，使我死而复生。我代表龙族叩谢天师。公主，请请。不曾想竟在人界与天师相遇，实乃我龙族之大幸。巫妖，为祸人妖两界。我此番前来，就是为了此事。二十年前一战，
我跌入了无底渊，没了半个元神，法力大减。现在我已找到另外一名元神，他就是大神的儿子唐三彩。天师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和唐三彩合二为一，那么我和三彩就会从人间消失。我想问你很久，你们捉妖师的本领都是跟谁学的？你有师父吗？你师父的师父又是谁呢？你师父师父师父的本领又是跟谁学的？啊？说话！我师父是谁有那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妈，你是不是想跟我学？只要有银子就行。哇，你怎么那么坑啊？泥巴是妖师所化，
方才到我驻地窥探，被我识破。那弥巴呢？弥巴去哪儿了？弥巴和杨大人已被狐妖杀害。终结之时，先老的管不了我，就凭你们。范贼，我龙族联盟今日与你决一死战，是保我家安和。小丫头，只要你们交出傀儡，别提我和老龙的交情，你们这个村子就是法外之地。否则的话，想必你们也知道本王的厉害吧？啊！小林小姐，God!
晚上的月亮好圆啊，圆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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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喜欢你，还是扁的。哇，人家一个姑娘跟你表白，你难道只会扁的扁的扁吗？你就不能有那么一丁点的回应吗？哪怕一点点，点点就行。你要是不说话的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大胡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不是舍不得我啊？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。走。是不是因为亲了人家，所以想负责任啊？倒是还差不多。不是你，无畏不是你，三是你。
才，得智，得能量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月啊，你快快来。为何在我的心头上留下三滴眼泪？三滴眼泪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后会无期，后会无期。飞龙在野，万事皆灵，天地万变，终有定数。三界各安，万物归元。
等你骚样，一看也不是童子镇，快过去！哎呀，哎，我根本磨叽，干嘛？老几个，站好了。假如啊，刚来的又是海南，就是我们自己的，这样搞出来的。